一来人就说不是我的话，你这辈子还当光棍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妹，好久没在我妈这儿来耍了。今天落雨，我妈肯定没做事，我们来耍哈。还好你找的男朋友是四川的，要是远的话，你一年才回来几次？一来人就说不是我的话，你这辈子还当光棍的。找我人多得很。行耶。高点儿行不行？不行。你怎么讲电话呀？嗯。爸爸，你滚掉不他？哦。你今天买了那么多鸡？哎，买了几天了？多少钱？24.68，还有十多个哟。有12个。12个啊？爸爸，我妈在哪儿去了？又该耍去喽。大哥，不耍手机了嘛？你把饭弄去。还到的嘛？落雨还得走，还得弄嘛？你也弄啊？我岳父他就喜欢吃这种白肉，然后买了个多宝鱼，小孩子的话吃这个鱼就要得，那没得治的。现在弄起好们，来点盐巴，把这个腥味给它搓了，带着这个水煮牛肉，一家人就够吃了。我要把脚吃给你。好东西。你怕啦？你哪里还行？晚上吃不就早点。再来一个嘛。再来两个都给你吃。我再去他那儿匆匆来弄海椒水。采点菜呀，要是来煮的那汤头嘛。要得。哎呦，这点匆匆我都下不到手。端在那背后的。你那剪子红色都没的。红色没得。剪子有钩子个。这有钩子。去找猪吃噻。这个肉差不多要煮好了哈，再把碟子放下来。这个鱼再放上来蒸个7-8分钟。我切薄点。你那还薄啊？哎，这有点肥个。鱼就是肥的，我不得吃白肉。哎，哪会儿吃白肉？哦，人家老汉就喜欢吃肥肉噻，就。该吃饭喽！嘿嘿，今天都还该吃饭了。好，就当饭了。吃。这个好吃。但是那个鱼。这啥子鱼嘛？就是那个。它就一般腌的嘛。多宝鱼，的。哎，豆油那弄一下嘛，马上就去买盐。别鱼啊！你把这个鱼多好吃。好吃不？不呀。鱼线没鱼。鱼线没有。不说没吃吗？你说是你外婆做的，知不知道？你外婆的手艺好好。好吃，下次又来。没下次了呀？亚姐。你不上学了。对啊，你不上学呀、啊？放学了再来，你说放假了再来。